开心我们又来到主的圣殿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感谢主。然后还没有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祷告先祷告啊，可以。爸爸父神，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你赐我们生命，让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靠着您所赐我们的生命气息，让我们以一颗谦卑忠教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都献上，因为我们活着乃是为要荣耀你。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讨主你喜悦。让我们现在准备心来到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最真心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来，我们一起站立，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信靠耶稣何等甜蜜，甜蜜吗？我们甜蜜哦，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感谢神。Thank you.
生命要求，吃的穿的。
还要谨记主的话。感谢主。因为下个星期要过年了，我先在这里活出来。我们的训众要起活出来。世界，我主啊。
来迎个新年，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把我们这个神的福音啊广传出去，让更多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感谢主。新年期间啊，我们30号就在，我们今天来唱一首啊新年歌，鼓励大家。那我们回到我们各自的家中，跟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应该全部都会唱啊，小学就唱个美国版的《一下子就女神》。我们先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还有谁没有？全部有了。
每个礼拜我们和主耶稣不但是要来赞美称赞他，我们更高兴的是耶稣和我们同在。虽然他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到现在他也是和我们同在。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来读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阿门。我很喜欢这个字，这段经文，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在新年，欢迎新年，新的一年，我们时常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可是更要我们相信主的祝福，时常和我们同在。他要医治我们，他要使我们心、身、灵得到平安、健康。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借着和基督，我们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以的义可以活出来，神的义可以活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得到神的义，明白吗？对不起，因他受的鞭伤，第二段他讲，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鞭伤是代表什么？鞭伤是指做鞭打，耶稣被鞭打留在身上的伤痕，也代表他的身、他的心所受到一切的伤害和苦处。他被他们羞辱、骂，然后医治。第二段是讲你们变得了医治，医治是指做疾病得到医治，也代表我们的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所有的病迹和症状的医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有软弱的，我们的感情也是有软弱，我们的身体可能有病，我们的从头到脚可能有病，我们的心灵，刚才你们进来教会的时候，有没有麻？有没有感觉到忧郁？有没有感觉到不爽快？有没有因为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感觉到有什么捆绑在我们的心，不能活出那个喜乐？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他赐给我们的是身心灵的医治，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当我们来到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相信，接着相信我得到医治。可能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全部的医治，可是我相信圣灵会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向着主的话行，不是向着我们所感受的行。阿门。阿门。所以我们凭着信心，今早上凭着信心来感谢、来领受主的身体。来，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
你为我们舍你的生命，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是要来给我们的心灵、身心灵的释放。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受的鞭伤。我们明白主耶稣，你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是为我们得到你的健康，是为我们得到你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奉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圣名，我们领受，阿们。来，我们一起吃。我们来举起这个圣杯，这个圣杯是代表主耶稣的新生命，他的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得到基督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属于基督，我们所有的身心灵都要属于基督，因为在主的义里面，我们得到主的医治、主的供应、主的保护、主的喜乐。所以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要投靠你，虽然我们还有软弱，但是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来每天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领受 这个圣杯。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感谢主耶稣，我们接下去就是我谁有见证，我们把见证的时间放在最后好不好？因为大家可以谈的比较长的时间。现在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我现在请阿斯特逊来为我们
定感到啊，佢好多人感到喺呢個外國嗰度，係咪？第六萬難戰啊，死好多人，仲死多過人，佢啲仲啊呢個平嘅，好啊。所以我哋真係好感謝主，咁我哋過呢個祝福大家過呢個一個好啊歡喜嘅年啊，去祝福大家啊身體健康啊，唔需要怕，因為我哋有主耶穌。幫助我早早喺啲姊妹就唱過年歌你唱歌真係氣氛啦，好爽啦！雖然我唔明白啦明白，因為我唔識中文嘅，我唔明白。但我只知道擺係收音機啊、電視機啊，都係唱呢支歌啊，嗬，格式嚟嘅。咁樣我到我八十歲、一百歲都係有呢支歌最流行啦、過年最流行曲歌曲啊 ，Number One 係咯啊！好啦，我哋真係好感謝我哋嘅主耶穌。咁我今天早上咧我嘅報告咧就喺呢個舊約呢個係何西亞書何西亞號四啊，何西亞書。我哋好少話睇舊約，因為舊約好多字好多嘢，哎呀，你都有歷史啊。係啊，讀落去都係好悶嘅喎，啱咗。但係呢度咧，上帝佢俾我哋一個好嘅信息，好大聲，嗰個信息啊。咁咧，何西亞嘅時候啊，出世啊，係做何西亞，即係何西亞，我解釋何西亞係一個先知。嗰兩個字先知喺我解釋啱唔啱？先知嗰個未發生嘅嘢係知道咗啊！先知同埋嗰啲睇命水嗰啲唔係啊，嗰啲又景啊、睇手腳啊、睇命啊嗰啲嘢啊，嗰啲係嗰啲估下啲啱嘅啊！先知係要做兩件嘢，第一咧係你講啱，先知未發生嘅事咧，你講。我俾你聽下呢個事會發生。第一，第二咧就講起叫上帝嘅兒女，呢個你以色列人，你冇犯罪，你會翻嚟，因為我嘅嘢係我嘅人，你又繼續聽我嘅話語。你而家做嘅嘢係唔啱，你愛聽我講，冇你就闖禍，冇你就大禍。呢兩個 function 就係先知。即係你睇，好似你有睇舊約咧，多數嘅先知咧就係講呢個嘢啦。第二個就叫嗰啲人，你冇差落去啦，你錯咗，冇再錯，太緊要咗，你犯罪咗，犯罪好多個犯罪，講整到講係經文講話，整到上帝好傷心，實在你傷唔到上帝嘅心，係你傷到你自己。嘅身體，你自己嘅家人，你自己，因為你做呢啲嘢係唔啱嘅，哦。咁嗰陣時候咧，就係有五個皇帝，五個皇帝叫呢、這個何西亞嘅時候有五個皇帝。我知啦，有皇帝都有皇帝就好咯，皇帝要照顧人民噶嘛，冇耐皇帝嚟做咩？哇，呢個皇帝好啊，好過皇帝啊！好公平啊！好多嘢去做，可以處理好啱啊！嗰啲嘢有犯法噶，真係捉佢坐監啊，懲罰佢又好啱。但係呢個五個皇帝咧，真係冇用啊！越嚟越衰，越嚟越差啊！又放好多嘅同佢嚟攞錢啊！比如講翻我哋睇歷史啊，中國邊度都係哇！我要做乜嘢咧？我要榮華富貴，又叫嗰啲人民去捐多啲，攞多啲叫做 taxes 譬如去咩叫做所得税啊，税啊，我收税啊，佢又收税整到好嘢，都冇錢食啦，冇嘢食啦，你仲可以同我哋攞，係咁我咧第二咧仲有同佢哋去拜偶像啊，上帝好對呢啲好敏感啊，點樣講啊，好反感，我係你嘅真神，我係上帝，點解你會去？拜偶像，偶像都不是神嘛，所以很
好唔明白啊，好傷心啊！你兩個好撞火啊！啲人咁快就變咗，所羅門一死咗係咪？嗰、那個國家就分開兩邊，分開兩邊，一個就係北同埋南邊。北咧就係以色列，南邊嗱南邊就係住得，住得係亞國啊。猶大，猶大啊，分開兩個國家，點解一個家庭啊？分開兩個家庭，唔係一個家庭啊！所以到嗰陣時咧，就係好亂，整到人民好唔開心，搞到風啦、亂曬啊！但是嗰陣時啊，幾千年之後，咁我哋睇翻目前而家都差唔多一樣。好似我同一個弟兄傾偈，正今天早上同佢傾偈，而家有咩分別啊？政府話政府啫嘛，搞到亂亂啊，搞到人人都好辛苦、好慘。點講啊？如果水災咁，我都冇發表乜嘢，人民愛幫翻自己人啊，咁政府會點咯？啊，好多嘢一樣，人嘅嘢咧一樣嘅。舊約嘅時候咧，幾千年嘅人嘅諗法、做法嘅嘢，啊幾衰啊幾咩？哇！咁我而家我哋好摩登啊，諗法啊、思想啊好啊標準啊，好好咗，係啊，俾人格啊、做事啊一樣咁衰，因為我哋有個肉體，有呢個罪惡，啊罪惡。雖然我係呢個係幾千年寫出嚟嘅，啊，但係佢嘅信息。是一樣，信息就是一樣。呢度咧就係第一章第一節，啊，第一章第一節。啊，我想請啊，有咩他們讀啦嗰度。當烏西亞約坦、亞哈斯、西西家當猶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赫西亚。Thank you。呢度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咧就讲呢个道啊，将上帝嘅道嚟俾啊何西亚。咁我喺邊度咧？邊度嘅時候咧？啊，就講出嚟啲皇帝啊嘅時候，啊一個記錄。嗱，我哋我都想再解釋，因為我哋嘅聖經咧，唔係一個古仔，係一個寫古出嚟嘅講，唔係。啲嘢真係經文咧，真係神嘅話，而係真係有咁樣嘅事，又係咁樣嘅人，所以記錄出嚟咧，咁嗰啲啊。historian 係講咩？啊，歷史嘅天科係可以揾翻呢啲，係有咁樣嘅人，係有咁樣嘅時候，啊，係真嘅，唔係假嘅，唔係講出嚟，唔係古仔嚟嘅，啊，唔係嗰啲啊《唐三藏》《取西經》嗰啲啊，啊，冇咁樣嘅事嘅，啊，呢啲咧就係真嘅。咁我總之我講出咗呢度第一節就咁重要咧，係講呢係講到道。上帝的道會同這個道呢就是很重要的，通常我們很亂的時候我們去找誰呢？我們是有基督徒在這裡找耶穌基督，就叫他幫我們，甚至我們看完經文，但很多時候我們做基督徒呢，就說，有時候我們看經文，這個經文對我挺好啊，講到鼓勵我啊，那些東西。但是經文呢，就，你信不信啊？你信你就得到祝福啊，你信呢就得到平安啊。所以經文是很很很重要。為什麼經文重要？因為經文呢是上帝給在上帝的話語，比如說在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但是經文呢這個道呢是耶穌基督，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哎呀，做咩咁麻烦呢？日日都爱睇经文啦，睇圣经啦嗰啲嘢，啊，做咩教会成爱鼓励我哋啊？睇圣经嗰啲嘢，因为圣经咧就系俾我哋保障，圣经就系讲啊，讲咩啊？俾我哋嘅多一啲点讲啊？权柄。一个我唔系我讲噶，系常喺讲，系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我哋做嘢好顺利啦。佢哋话哦，上帝同我讲，旧约咧个时候咧系上帝同啲先知讲，上帝同大话讲，大卫讲话，上帝同摩西讲，甚至同亚伯拉罕讲话，系因为佢哋冇经文。咁到耶穌嚟咗，死喺十架嚟赦免我哋嘅罪啦。咁樣咧，好多基督徒咧，佢會俾佢靈感去寫低上帝嘅吩咐嘅經文。嗰度咧就係上帝嘅話語啦。嗰度而家上帝我講我本身我講上帝冇話開口同你講，但係我哋可以聽到上帝嘅吩咐。我哋睇经文，圣灵喺我哋嘅心中解释俾我哋听，俾我哋平安，俾我哋明白经文，俾我哋明白爱做咩事啊！所以我哋睇经文，日日睇经文系有作用嘅，好重要嘅俾我哋。所以好多时候好多事情发生好乱冇相关，点解？因为我哋有经文。上帝繼續跟我們說，耶穌繼續鼓勵我們，耶穌繼續安慰我們，安慰我們和答應我們會祝福我們。我們看回經文，我們聽我們會信，我們知道這是事實的，不是講假，不是講但是沒事發生過。你等一下，因為我們這個世界不是什麼都會快，嗰位沖過啲個 B 粉咁樣沖啊，放糖啊，放奶啊，沖咗排咁，你想話好飲？而家佢而家乜嘢都放曬落去，搞掂一下一杯就搞掂啦。就再兩一杯搞掂啦，第三樣糖啊、奶啊同埋個 B 啊，好飲嘅，你慢慢沖嚟飲。係咪咁樣講啊？所以你人哋沖俾你飲嗰啲好貴嘅個 B 嚟嘅喎，同埋出現蚊唔同喎，嗰啲係好容易千差咁樣做啊，所以我哋愛討論愛睇呢度，雖然好亂，但係上帝嘅話語係俾我哋嘅保障，俾我哋嘅鼓勵。咁我哋睇啲新啊，睇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新開始就是有道，開始就是有道了。那我們看創世紀第一章，開始是有神，開始有神開始，這個開始中你已經未做出來的時候是有上帝了，有耶穌基督，有聖靈，我是三位在那裡，在這個或者可以說世界，或者這個universe 這個地方那時候這個地球的地景被創造出來，是上帝在那裡。所以說開始就是道，所以這個道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說這個道和神，這個道和神一起，試說誰可以跟神一起，跟神和上帝一起很巴閉的，講起來我們信開主耶穌，我們同上帝一起是很巴閉，很重要。你當你的朋友不重要，但是上帝看我們很重要，所以這段經文這裡呢，第一講破西亞是講這個上信息，就是講這裡，我們很寶貴，上帝愛。第三呢就是道
就係實啊，讀就係實。呢對經呢段經文咧就好重要啊，我哋要記得。咁我哋記得咧，我哋睇咗睇經文咧，我哋要有啊信心。繼續落嚟咧，我哋睇詩篇第119章105道，同埋道係咩啊？一個燈啊，俾我哋行，同埋一個光線喺條路，係咪啊？光燈係好重要㗎，你冇黑掹掹就摸嚟摸去，會有時甚至或者跌倒添，撞到冇睇到。所以这个道呢就是这个道就是上帝，道就是耶稣基督，道就是圣灵、啊、道就是灯，灯是说什么？是短的时候你讲的，你看圣经，圣经会跟你讲你怎么做怎么看。还有道都是光线，光线光线是看远的，只有我現在我們雖然我們有這個問題，我們求主耶穌幫我們，我們看聖經去跟我們講怎樣做、okay? 或者是這個今年的、幾個月後做事，我們看得到怎樣我們做，去開個光線給我們，一個燈帶我們這樣一步一步細細步走，你不只是帶我一個燈慢慢走慢慢走，還有一個光線去看遠一點。我哋而家我哋行路，我哋咪嗰睇字幕咁样睇住去噶喎，系咪啊？我哋行路要睇系灯，咪睇直直行，你都系睇前面噶嘛？或者有石仔啊，有咩嘢你行到撞到啊，会跌，系咪？啊，起咧俾支灯你揸住，你咁样行俾，啊，所以呢个道咧就喺呢度，所以嗰啲旧约写诗篇嘅都对呢个经文都好重要。你知道上帝给你这个智慧，我们的智慧讲过上帝 的话语不可以不听，是可以听哦。那么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总之就控何西亚讲啊，何西亞講講話，你同佢講，係即係跟人講係咪？啊，佢講嘢，啊，同佢講啊，早早係講道，佢喺嗰度，而家上帝神同佢講吩咐嘢，吩咐話有幾多上圖擺下圖約啊？上帝同人哋講喎，而家點啊？而家上帝一樣同我哋講。但是講法咧就唔同，啊講法唔同，我概念化，所謂唔同係點樣咧？我哋有經文，上帝同我哋講，用經文同我哋講，吩咐我哋，鼓勵我哋，叫我哋點樣做，點樣做人啊？啊，就喺呢度，上帝記住佢，而家上帝吩咐佢做乜嘢啊？佢叫佢。找一個老婆，一個老婆。經文咧就講呢個老婆是做妓女的，有時我哋聽妓女嗰種生活好艱好艱難信咯。好似一個好嘅基督徒，你日日你又聽耶穌基督，又睇經文，咁一下我叫你好似起嗰陣時叫去娶一個女人係做妓女。哇，好艱難接受啊！好艱難，好艱難接受啊！好多嘢我哋做嘅嘢咧，有時上帝叫我哋都好艱難明白噶，整到我哋好亂啊！我先唔會講呢個啦，講起啊 Abraham 啊，啊有上帝叫佢攞以撒去做祭司啊，獻祭。啊，做 sacrifice， 好明白，可以嘛？好容易啊！
我覺得唔容易啊！你第一仔你嘅金菠蘿叫你攞去啊，殺死佢啊，撞石結塊石，哇！真係啊，搞錯啊，冇聽錯啊，係嘛？你而家問我知有冇聽錯啊？啊，嗰陣時我都冇聽錯啊！嗰陣時咧，上帝真係同佢講啊，好多嘢發生，好多嘢我哋喺我哋嘅身上，上帝同我哋講，有時我哋真係唔明白啊，真係唔明白。但是我们是继续做的，他会祝福我们。那么这里呢，他就叫他找这个女仔和女人。但是有时呢，或者我看书又讲，或者他娶这个人呢，那时候他不是做妓女的。真的他最出去做卖身，很可能咯，很可能咯，有时咯。但是我們照看經文是這樣說，就是這樣說，就是這樣說，他真的叫他娶一個女人是埋身的，那麼呢就是第一天就生一個仔，第四天就是五節，那麼跟他說，你叫名叫做 Jasmine， Jasmine， 中文我就不知道怎麼說啊！點樣讀出嚟？你講上帝講，佢個名就係 Jasmine， 因為我會懲罰，我會教你哋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咧唔聽話，我會懲罰佢。第六到第七章咧，咁咧就再生多個。就叫做羅夫蛤蟆，英文叫羅夫蛤蟆，中文咧就係差唔多咁樣嘅音嚟啊。羅夫蛤蟆呢個係猶太字，羅夫蛤蟆啊，羅夫蛤蟆，你就講我唔會俾佢憐憫啊，冇憐憫。佢個名字意思就係冇憐憫，點樣解咧？因為以色列咧就係俾人扣留，第四邊嗰啲兵嚟攞嚟打佢哋啊！你哋冇一個國家講噶啦，我會嚟捉，因為我唔會幫你哋，我唔係你嘅神咯，我唔係你嘅上帝，你都唔係我嘅人。話好嚴重啊！好嚴重。但係對住家咧，我會繼續照顧佢，我會俾我嘅憐憫佢哋去睇佢哋，睇住佢哋。我哋可以記得救恩咧，就係上帝俾我哋救恩。救恩係去上帝嗰度領受嘅，佢用耶穌基督死喺十字架。屬我哋三年，所以我哋有救恩。所以我就諗下，做咩上帝要叫佢俾咁樣嘅名啊？俾咁樣嘅名字，一人咧有時好容易唔記冇記性啊。所以咪睇到呢個細佬哥咧個名咧叫出你名字就知道啦，我記得知道。是上帝的旨意来做，虽然不是说立刻做，是等几年后才能发生。所以名字呢，有时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家又在我们的身上也发生，又或者上帝爱我们记得，好像我们个个礼拜做礼拜我们圣餐，圣餐呢就是为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我们吃他的肋饼和喝这个圣杯，就讲起他的宝血和讲起他的肉体挂在十架来赎我们的罪。好，那第八到第九节呢，通常这个罗蛤蟆大咗啦，接咁解開奶啦，
眼界開啟啦，你就再生多一個 BB。你哋我就唔知你哋猶太人咧，猶太人界命就幾多？我睇書又講到啲18个月到5年啊，正契係啊，咁我嚟講最近啦，18个月之後年半啦，年半你就再生一個，生一個咧就叫做我係叫做羅密。我阿咪啊，呢班人係講呢班人咧，呢四年唔係我嘅，係咁講，你記得啦，你記得。所以呢張係記錄。佢講你諗諗下，做咩做咩要愛攞呢個先知嘅家庭嚟講，放出呢、這個咩啊？放出呢個信息。因為那個時候呢，就是很多人聽先知的話的，因為他們都是沒有經文，沒人可以，所以那個時候有很多說是先知，不過很多假的，很多假的，說得好的呢，他們就說真的，說不好呢，對他們呢，哇，上帝要來懲罰你們啊，那些說這些是不聽的，不聽得的，因為個個人都可以聽好消息的，是不是？我都可以聽好消息的，有時說不好消息我都是沒什麼信任，不接受不到啊，接受不到啊，我說過說好話的，所以說啊，過年說好話的，屋企啊，窗人都掃地啊，幾萬單我掃地，那些財都掃光啊，那些垃圾箱都掃回來啊，我記得昨天講這個第二天是昨天過年是燒炮仗，昨天有燒炮仗的，燒炮仗那些，哇，那些垃圾毫無用，不可以掃地的，有時風吹吹吹又完了，吹又完了，我等第幾天第幾天才可以掃地，那些笨蛋可以好的，可以不好的，那真的啦，很正常，誰想不好東西的，好東西沒人愛，但是我們有這個肉體，我們這個世界當然有不好的事發生，我們感謝自己，我們有他的恩典，他們繼續幫我們，給我們的能力去面對任何問題，我到這裡去做就是跟他說，我不是你的神，是跟以色列說那陣時，很多年後呢，就真的被人家入地扣留，資警拿了在那個地方，必須的地方，所以這個就是上帝愛給這班猶太人的信息。講最後呢，就我們看到10到11啊，講到咁嬲啊！上帝講到咁樣，我呢班人唔係我嘅人啦、你愛記得我，我要懲罰你哋啦，以色列。咁樣嘅10到11節咧，好似唔同有改變咁樣喎。佢講你哋人，但係以色列嘅後代，以色列嘅人好似沙灘嘅沙咁多，係咪啊？在這裡這樣解釋，沙灘的沙那麼多，我計都計不到，沙的幾多，誰可以拿，不會拿去沙灘，我拿一杯沙來，你慢慢計吧，計你頭髮白，你都計不完，是不是？之前你這樣說嘛，你說，我未必做你的神，你是繼續做神的上帝的兒女，還有眾家的兒女和以色列的兒女會結合一起做一個大家庭，那麼我們會收到怎樣的信息？我們在這個信息就說，雖然我們上帝是為教導我們，
有時教導我們呢就會很痛苦的，好像爸媽我同表達痛啊，我因為我們知道知道錯就有得救了，不知道錯真的沒得救了我知道錯哇同表痛痛當然知道的啊，我們不是啊，我們不是接觸啊，打沒感覺的，打同表的，現在那些人不可以打同表的，成功的哦，好像西方打藤條啊，我哋會坐監啊，做阿爸阿媽坐監啊。呢個世界唔知點樣咗喎，好亂啊！哦，學藝唔聽講，梗係我阿爸教佢打噶啦。啊，我都係俾我爸阿媽打好多，所以咁樣講啊。我阿媽攞藤條啊，走我成日都走追啊，我可以叫你越走越快啲。翻嚟點解就搏你啊？打多啲你攞大柴搏啊！我打我痛過死人，我有兩隻打打啦，我隨便打係啊啊！所以呢度咧繼續講咩啊？將雖然上帝我哋做錯事，我哋會受到懲罰。懲罰唔係上帝懲罰我哋啊！我哋要記得啊！舊事喺舊約或者係而家我哋有新約耶穌基督，唔係因為嗰啲嘢咧懲罰咧做錯嘢咧你。犯錯你有嗰啲係你自己攞嚟噶，你要咁講，你自己攞嚟噶，你唔聽上帝嘅吩咐，你唔聽你個講嘢，你中啊中釘坐禍，冇講哎呀神你懲罰我唔係啊，所以嗰陣時候咧就講佢做咩一下子我改變我翻過嚟話。總之話對我哋咁衰，而家對我哋咁好，講咁好，你係講，因為你係先知嘛，你先知講過俾呢個啊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啊道呢、這個呢句嘢，我同你講啊呢、這個啊信息，你就可以知道我冇好嘢嚟講嘅，冇隔耶穌啊，你咁講啦，冇隔耶穌，就俾一樣繼續。愛佢唔會講起做嘅嘢，佢應承嘅嘢，佢講起會反口。上帝耶穌基督嘅本性唔係報仇嗰種，佢會繼續祝福我哋。我哋做錯係會痛苦，有唔啱嘅嘢難受，咁我都係。暫時性，我們明白我們做錯了，我們改變，我們求耶穌原諒我們，如果是耶穌是原諒了，我們都可以繼續求祈原諒我們，我們不要再錯。那些耶穌跟這個女人的逐距離說朋友做通姦人那邊的流罪的你跟他說好，沒人懲罰你，你都是好，就說你可以回去，我放你，不但是不再犯錯，不再犯罪。我這裡，所以我們很感謝我們的主耶穌，感謝我們這個上帝，雖然我們有時做錯，祂繼續放祂的愛給我們，祂繼續給我們祂的恩義。所以呢，好似呢段經文係講啊，你又唔聽我講，你做到好亂。而家我唔理你，我要叫人嚟懲罰你，但係我會帶翻你一個大聚會，大家庭再坐埋一個地方，坐埋一張台食飯。一個家庭，兩個國家會翻嚟變一個家庭，所以上帝嘅諗法同埋我哋嘅諗法爭好遠，爭好遠。我哋第一咧就發生嘅事咧，我就點樣報仇？點樣處理呢個事？你整我啦，我就嚟嘅，點樣報翻你？係啊，第一個諗啊，係咪啊？你自己諗下。個個都係有咁樣嘅，係咁樣嘅，因為我哋犯咗個有罪，我哋第一件嚟整到我哋好啦咧，我哋就唔知點樣諗法，點樣報仇。
咁我哋有耶稣圣灵同我哋讲，坐翻，谂下，个火啊落咗，啊就冇咁样嘅谂法啦。咁我冇信主嘅就系会谂啊点样报仇。我哋有信主咧就坐圣灵就同我哋讲，诶唔系咁样做嘅。啊、你個個咁樣做報為冇心啦，嚇、啊、打嚟打去一個冇手冇腳冇眼，乜嘢都冇曬，你連你嘅自己都冇，自己都傷埋，打交起嚟就兩個都傷嘅，冇理由一個傷嘅，係啊，啊，但係上帝唔係咁啊，講起嚟我哋傷上帝好多次嘅啦。點樣傷我睇唔到佢腳傷，因為你傷一個啊兄弟或者姊妹，你都係傷到佢。係耶穌係上帝係我教你報復佢，唔會叫你獨生子嚟死喺十架嘅，嘥氣啊！我啦，等你打啦，打死你啦！啊，我冇理啦，冇眼睇啊 ，no I see，who see 話我 see 啊，你哋咁講，哦啊，所以。我哋睇上帝嘅经文系好重要。你睇我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喺度出啊，神爱世人，英文嘅 God so loved the world。只讲 love 嘅话 ，ED 系 past tense， 系一路系爱世人。这世人明白啫，好多人就讲话系我有啲唔啱嘅，系个。教导歪少少，你讲系啦嗱，呢度啦，上帝爱世人啦，咪我信耶稣唔信耶稣，你都系继续救我嘛，我都系去天堂啦，唔系嘅。我哋要知道上帝嘅独生子，因为佢喺十架死为赦免我哋嘅罪，我哋爱信，啊我哋爱信。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在神的话语我们放信心下去、啊、我们有爱接到祂的、啊、救恩，接到祂的恩典，我们都是爱信，我们放信心下去，没有信心很多事做不到，直到做不到，没有意思做，很害怕，因为很多事我们想着、啊、你的头脑会想很多事，很乱的，我们有信心放在那里，我们信耶稣基督咁，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讲，为保罗讲、啊、福音。那些犹太人的想法不同、啊、犹太人 的、啊、教导呢，就他们没说好像我们那样信，我们是、啊、他跟我们传道讲福音。猶太人的道呢就是自己的，猶太人是猶太人的、啊、猶太的上帝呢，猶太的神呢就是他們的，其他人你愛信你信吧，我不問題，我不會跟你說叫你信入我的教的，所以不對。但是上帝叫肉族耶稣来死在十架呢，就可以跟人地讲，跟人讲人啊，这个世界跟世人讲关于有希望，有耶稣就有希望，没耶稣就是嘥气的、啊、经文有讲解释的，这个不是、啊、我特别上帝给我跟你们讲，因为经文有讲到、啊、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大家明白经文是很重要的，第一经文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我们要听，我们要跟足，第二呢耶稣基督继续爱我们，无论我们什么环境，我们有时点怀法无话不可以原谅的，因为耶稣在十架死赦免我们的罪，搞定哦、OK， 听我们大家、啊、祈祷，我讲到这里为止了。耶稣基督，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给到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愿意
你哋俾我哋嘅好身體嚟過一個新年，我哋真係好感謝你。咁耶穌基督，我都係為我哋大家兄弟姊妹都幫佢祈禱，求你繼續祝福啊佢哋啊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同埋啊繼續啊俾佢哋啊有個安心做事，佢有咁嘅決心嚟聽你嘅話語，我知道你會祝福佢。我哋感謝你，主耶穌，我哋奉你嘅名祈禱，阿門。